那么后面就离足有全月面到达，所以我们在想呢，就是想在月球南极建设一个研制建设一个科研站，就是有可能在月球南极这个地方，比如说89度，我们南极最高是90度啊，纬度最高90度，89度以上左右，就有可能有连续180多天有光照，背面正面了都是14天白天14天黑夜，它是连续不了，一边我这个仪器设备工作不能连续工作。我们在月球南极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建设个科研站，我们可以长时间对地球进行大动态的全方位的也是那个稳定的进行工作进行观察，然后在2030年之前在月球南极建一个科考站或者叫科研站的基本型，然后你还可以以后在月规模更大一点把月球资源给利用起来，比如我们可以在月球上盖房子，在月球上打砖是吧，3D 打印，我们也可以在月球上开采是吧，开采矿物，那这是以后的一个发展方向。而且我们还可以从月球做一个跳板往其他更远的深空更远的星球出发去旅行，即使有困难有问题有挫折，但是我觉得没，我们前进的步伐没中断，我们对中国航天的发展，对我们成为航天强国是吧，我们希望能够在世界航天里面让我们能够成为领头羊，我们。